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股市要赚钱，我们得强调啊，你必须把主力筹码结构掌握得十分清楚啊。那主力筹码结构到底是进货翻多呢，还是出货转空？你不能搞错啊！全市场现在股市节目上百个啊，我讲应该上百个，多少个频道啊？从50几台、80几台、90几台，啊，投顾老师上百，但全市场唯一能从筹码结构跟你掌握趋势多空，整个筹码结构事前讲得清清楚楚，从筹码结构去掌握主力到底进货出货，全市场能够事前讲得清清楚楚的，只有我们。你看哪个节目跟你谈主力筹码结构啊？每个涨的给你上看12000、16000，跌的叫你逃命。你看在每一个转折，主力筹码结构多空，尤其指数操作啊，我们 AI 程式就是第一时间由 AI 程式计算市场主力筹码结构嘛。所以指数跟着我们掌握主力筹码结构，400点就是一倍嘛。从4月份一路请你放空啊，全国做见证啊，告诉你这里主力筹码结构转空，4月份一路放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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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多点呐、投资人。我想4月份全市场都是见证的，现在赖每天走过都留下痕迹啊，你可以去看4月份张老师怎么样苦口婆心叫你放空。好，崩了800多点，到了5月29号，你看看最精彩的时刻。5月29号，全市场开始告诉你逃命了啊！这个会破万点。来，5月29号，我张大文怎么跟全国投资人交代的？我说这里主力筹码结构将要什么进行逼迫的反弹，有没有？逼迫反弹，告诉你这里空单回补，全力翻多，因为主力筹码结构将要进行逼迫的反弹。一路做多，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赖加入赖都有啊，5月29号的赖啊，5月29号，你看当天10247，赶快翻多操作啊，整整又快要700点了啊。那从7月1号10914已经跟你讲了，反弹逢高要懂得什么？要懂得避险呐、你不要这个地方满脑袋就是上看12000、16000了啊！那从上礼拜10914为什么要避险呢？已经面临了怎么样？全波套牢筹码嘛，有没有？所以10914附近逢高短空避险，是不是跌了快200点？是吧？跌到10700附近啊，回跌了快200点啊。那前两天跌到10700，怎么跟你讲的？跟你讲什么？下档面临什么？这里有个缺口的支撑，所以主力筹码结构会进行一个什么横盘的整理。那这里也跟你讲了，会进行右肩的反弹啊。前两天跌，告诉你10700价跌量缩止稳，会进行右肩的反弹，懂不懂？这里短线就类似左肩头部右肩，所以前两天10700已经跟你预告10700附近反手短多操作没有问题，这里会进行右肩的反弹。来，7月10号，有没有？昨天一早还杀低哦，昨天加入赖通通有，是不是跟你讲704、704、704转多啊？昨天加入赖的同学，昨天加入赖的同学，是不是跟你讲704翻多？来，昨天加入赖，有没有告诉你下杀704转多？
704转多，来 AI 城市时间价位清清楚楚。昨天704翻多，来看一下时间，昨天有没有10:23，10704翻多，10704翻多，一早哦，开高杀低，告诉你704翻多。昨天夜盘呢、我们夜盘 AI 城市都一样，夜盘不打烊不休息，夜盘能赚钱一样把握赚钱的机会。昨天夜盘 PM 夜盘 AI 城市在10728再度翻多，来看一下昨天夜盘，对吧？所以我们 AI 城市白天晚上啊，照样把握任何赚钱操作获利的机会。昨天 PM 夜盘10728又翻多了，来看一下昨天夜盘10728翻多啊，时间价位清清楚楚。昨天晚上8:32有没有10728翻多？全国同学啊，前两天已经告诉你了，整个主力筹码结构上礼拜跌了200点，回撤10700缺口这里支撑，对不对？已经告诉你这里会进行右肩的反弹嘛，有没有？所以昨天从10704翻多，夜盘10728翻多，到这边有没有白点？啊？今天有没有命中？跟你预告700翻多。右肩反弹有没有反弹？有没有也有100多点的行情？从事前主力筹码结构帮你掌握，所以这就告诉你做多做空不是用猜的嘛。你了解主力筹码结构，你才知道这里要进行右肩的反弹嘛，对不对？今天10833，是不是100多点？那我讲过指数一天不要贪心嘛，一天50点一口哦，我讲一口哦，50点要10000哦，你一天一口10000，你一个月就是200000呢，20多万呢，懂不懂？所以操作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你要从主力筹码结构去了解整个目前，对不对？主力的动作到底在进货还是出货嘛？就前两天回跌200点，从上礼拜，对不对？已经跟你讲了，700将要进行右肩的反弹，这两天完全命中嘛，是不是100多点？来，甚至看一下我们昨天一早，全国同学，有没有？昨天7月10号8:51有没有？是不是690附近赶快接多，对不对？全国同学通通有啊，8:51啊，昨天早盘还跌到6.68几嘞，8:51去查一下，来 AI 城市，所有 AI 城市的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手机都可以下载，昨天是不是一早在690附近翻多？是不是690附近翻多？来导播下面看到没 ？AI 城市翻红翻多，一红到底嘛，所以昨天一早690附近就是翻多嘛。所以昨天为什么一早全国同学通通有嘛？690附近接多嘛？8:517月10号通通有啊，对不对 ？AI 城市一早690、697就是多、，AI 城市一多到底，那今天呢？是不是涨到10830？你看看是不是100多点？是不是将近140点？一红到底，那今天涨上来了，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在10830附近出现什么？10825，自己亲眼看一下 ，AI 城市开始逢高由多转空，好不好？所以前两天为什么690啊翻多，对不对？那704翻多，甚至昨天的夜盘728还是翻多嘛，对不对？那昨天一早全国同学690为什么叫你接多，对不对 ？AI 城市翻多了嘛，有没有？由绿翻红，一红到底嘛，今天这就130多点送给你嘛，一口20000多哎，那今天大涨之后10285825，是吧？在10830附近，怎样由多转空？所以明后天短线要注意开始会修正了，
所以短线操作就是这样子 ，AI 程式掌握转折，掌握多空，事前预判嘛，啊，好不好？恭喜大家，那这一波四月份请你全力放空800点，五月底全力翻多700点，前两个礼拜短空回跌快200点，对不对？前两天告诉你700右肩反弹有没有命中，又100多点，那现在弹上来了，注意啊，右肩反弹面临前高，反弹逢高。要懂得怎么样避险操作，好不好？都事前给你规划得很清楚，好不好？那恭喜大家啊，今天又是100多点的行情送给你，好不好？1天50点，月入20万啊！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明后天指数会十分的精彩啊！还是一样，务必掌握转折，加入我们的 LINE， 盘中第一时间及时跟你分享主力筹码多空，好不好？再来股票操作啊！更是精彩，股票的操作你更是要搞清楚主力筹码在干什么嘛，你搞不清楚你怎么会赚钱呢？啊，自己看一下，从5月29号预告逼迫反弹，带你全力翻向上翻多操作的玉军光、稳茂、神盾、双红、康控，你看看哪一档没有让你大赚呢？涨到翻了，尤其玉军光。从289告诉你多镜头商机，对不对？从289多镜头商机啊，反转向上翻多操作，一路全力向上翻多，今天来到多少？454了，有没有？是不是来到454了啊？让你赚多少？投资人自己看一下，大涨了160块，十张就160万呢，那玉军光涨了160块了，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前两天有没有事前跟你预告？有没有？前天这根 K 棒有没有交代你？出现开高杀低带量，这是一个标准的怎么样高档出货调节的动作？所以从前天这根 K 棒已经跟你预告了，短线上要注意玉军光大户已经逢高有出货调节的动作。所以弹高要干什么？弹高要懂得避险呐、啊，你不要搞错 啊！你不要说，对吧？昨天有个投资人跟我讲，哎，张老师，玉军光又来450，怎样？我说来450你就上看500啊，对不对？你们的脑袋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跌到200就下看100，那跌到200多我叫你买，你不敢买，那现在来到450了，你的老师又跟你喊上看500、600，对不对？不可以这样乱搞。前两天就已经来到450多块，已经爆量长黑，已经告诉你这是一个出货的 K， 这是一个出货的 K 线结构嘛，对不对？因为也来到了前坡的高档了，你要注意嘛，你要注意大户的出货动作嘛。所以玉军光今天一早再冲高，一早再冲高了，我不知道你在干嘛，一早还冲到454哦，啊？你怎么样？你又全力做多了？来，全国投资人，你亲眼看一下嘛。今天我张大文是怎么带我的学生来操作玉军光的？11:24呢？11:24呢？你不要说张老师你怎么那么准呢、啊？我前两天有没有告诉你？前两天已经叮咛你了，啊，弹高要懂得避险了，主力筹码已经开始转空了，今天一早冲高，对不对？哦，11:24，哇，冲好高哦，有没有？你又兴奋了哈！11:24，来，玉军光，450元上下5元，请你干什么？放空啊！11:24，哎，我们都有证据，来，全国同学，看一下，今天11:24，玉军光3406在450元上下5元，请你干什么？放空操作，今天11点多，玉军光还大涨，啊，对不对？在11点钟以前都大涨，有没有？我11:24叫你挂450上下5块，最高来到454，有没有？到12点还在454，你通通空得到，对不对？450上下5点，通通空得到啊。空完了，全国投资人啊，一早放空，有的同学打来，哎，张老师啊，玉军光大涨，哎，454元叫我放空，对吗？哈、啊，对不对？
收盘呢杀到430呢、啊、对不对？多漂亮、啊、连今天早盘450多块放空裕君光，尾盘杀了20多块，10张你就赚了20几万呢，懂吧？操作是赚钱的，你不要跟一些老师裕君光涨到450你就上看500、600了，你这样你会赚钱吗？你永远都赔钱，我跟你讲。前两天已经告诉你了，主力筹码结构，裕君光弹高是要避险，主力筹码转空，所以今天11:24全国同学亲眼见证嘛，11:24450上下5块空裕君光，过了半个钟头还在454，通通空得到，到了收盘你自己看一下杀得多漂亮，啊，有没有？漂，跳水，有没有？急杀，你看多漂亮，多精彩，一笔杀了20多块，所以今天你跟我们放空裕君光，你大赚了，10张已经20几万了，好不好？啊，接下来怎么操作？一样稳茂，从151翻多，今天涨到229了嘛，一样嘛，对不对？已经叮咛你了嘛，稳茂已经来到前坡的高点，你逢高要懂得避险嘛。对不对？上礼拜避险回跌10几块，今天弹上来，你看尾盘还是一样嘛，是不是？稳茂有没有？今天一早你去追啊，尾盘通通杀到最低点，懂不懂 ？K 线又出现一个标准的怎么样？啊，对不对？墓碑 K 线嘛，啊，你懂 K 线人就懂了嘛。这是个什么讯号啊？这也是一个标准的高档出货结构嘛。好不好？墓碑倒梯字啊，今天收到最低，好吧？一样，稳茂主力筹码转空，要跌到哪啊？再来，我们之前送给大家掌控健康康控，有没有？从130多块送你翻多，一口气还飙了快60块了，对不对？啊，康控也很精彩，有没有？2个礼拜前130、140、150，赶快买，一口气喷到190，10张快60万了，20张是不是100多万？赚钱不难，但上礼拜涨到190，已经请你逢高赚太多了嘛，要懂得调节嘛，有没有？啊，这个礼拜是不是回跌160嘛？那康控我也讲过，它是什么？无线蓝牙耳机嘛 ，TWS， 今年很大很大很大的商机，啊，今年所有东西通通衰退，智慧型手机也衰退，啊 ，NB 的什么通通衰退，不用讲，啊，中美贸易又大战，今年只有无线蓝牙耳机 AirPods， 苹果 Apple 卖的大好特好，今年只有无线蓝牙耳机大幅成长，涨幅高达50%以上啊，所以康控是无线蓝牙耳机主要的供应链，好不好？那股价我讲过，回跌前坡起涨没有跌破，将来量缩整理，不排除还有高点。好，那错过康控的你怎么办？来，我是不是告诉你，康控二号，你务必跟上嘛。啊，目前赚钱越来越不容易的嘛。那这档 WS 同样无线蓝牙耳机，同样打入苹果供应链，康控二号跟康控一样，打入苹果 AirPod 供应链，好不好？那这家公司去年上半年还赔钱了，那今年好不好？受到苹果 AirPod 的订单，今年全年 EPS 上看4块钱，今天股价还在3字头，还在3字头，所以它未来有相当大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啊！所有错过康控大涨57块的康控二号，请你务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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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务必把握单股 VIP 康控第二，好不好？名额有限，赶快跟上。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
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大家好，我是汪思曼。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在国道上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进入雪山隧道时以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或是以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就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大型车则需以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股市操作要掌握趋势，掌握多空。那趋势多空，你要从主力筹码结构去研判嘛。当你了解主力筹码结构，你才懂得主力大户是进货还是出货，你才能掌握未来的多空嘛。了解吧？不是用猜的啊，不是一涨六上看12000、16000，对不对？那 AI 城市第一时间计算市场主力筹码嘛，对不对？从五月底是不是预告主力筹码逼迫反弹？从1027一路做多做多做多，端午节前拉回都是多，有没有？一上来到了两个礼拜前10914，是不是将近700点？是不是将近700点？告诉你逢高了哦，面临前高要短空避险。前两天跌了，回跌了快200点，那告诉你10700量缩支撑守稳，颈线支撑守稳，会进行右肩的反弹，有没有？所以前两天是不是跟你讲了，10700是翻多？昨天夜盘还728翻多，对不对？今天一早你看看120点的行情，又帮你掌握到了，对不对？啊、哦，加入 LINE 都有，好不好？前两天从10714翻多，10728，昨天夜盘还是多。那昨天一早全国同学8:51，690附近还是要接多，为什么呢？来，导播 ，AI 城市昨天一早有没有？是不是697翻多？那一多到顶，今天是不是来到10830？是不是130多点？那今天大涨之后注意哦，短线 AI 城市有没有由多转空？所以短线明后天开始会有高档修正的动作，要特别注意啊。那股票也是一样，好不好？股票主力筹码结构，那这个地方五月底逼迫全力做多，郁金光文茂是不是让你赚到翻了啊？那郁金光从前两天已经告诉你了，这里已经出现什么高档什么哦，有高档调节的 K 线形态了，对不对？主力筹码结构开始转空，要特别小心。所以今天一早冲高哦，对不对？你会上当吗？一早冲到454，哎，12点钟，你看我们今天11:24，全国同学郁金光450上下5元，请你干什么？放空吗？为什么放空呢？因为前两天已经有主力筹码结构已经转空了嘛，好不好？你放空，很多同学还不相信，张老师啊，那454郁金光会跌会跌会跌吗？你看到没有？一杀20多块，很精彩，好不好？啊，那文茂一样29，高档一样尾盘杀最低，对不对？那之前送给你的康控，哦，大涨了将近60块，那高档调节，同样无线蓝牙耳机。错过康控大涨将近60块的，
康空二号股价还在三字头，三字头，好不好？那今年 Apple 大卖， Apple 大卖， EPS 上看4块钱，好不好？单股 VIP 康空第二。那目前好不好，这个 TWS 无线蓝牙庞大这个商机啊，股价仍然有爆发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单股 VIP 康空第二，名额有限，请速跟上，赶快跟上，好不好？那也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盘中第一时间主力筹码指数转空转多的讯号跟你同步来一个分享。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您好，我们是内政部移民署 eGate 自动查验通关系统，会给您方便快速的